在最新一期的大侦探中，何炅化身解密高手，勇破各种机关，杨幂疑似被打晕，多重身份引猜疑，马思纯邓伦再组队互夸有爱，白敬亭魏大勋互怼互殴，笑点不断。这期节目真是玩得大，竟然是双 K。 虽然被投，但是整体过程中马思纯演绎的也是很到位了，整期大侦探剧情温馨又感人，每个角色都有想要守护的人及感情，两个小姐妹拥抱的时候不要太甜哦，大咪咪和大猫一样趴在马思纯身上，然后小马哥霸气一抱就把他拥在怀里，看来真心和马助理这段友谊真的很深了。成功锁定。哎呀，就是我们俩了，好了，烦死了。他昨天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女的追求他，他没答应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嗯，不喜欢。你为什么犹豫？犹豫？因为那有个盒子跟他合了很多影。不是，那个合影是你跟你太太以前的合影。那合影是我跟他的。他都回来了，你就不说出假话呗。那都是以前跟你的合影。